每个人都有一种生活态度，我的就是想把生活过得更精致一些，或者说更有质感一些。这种质感可以是干净平整的衬衣袖口，也可以是擦拭一新的餐具。我选择通过 Capo 将这种生活的质感传递给我的客人。对我而言， Capo 不只是餐厅，而是一个我理想中的意大利烹饪屋。那种果木烘烤的披萨炉散发出淡淡的碳烤味，从牛排到海鲜的每一样食物都呈现出它们应有的样子。我们会尽力去记住每一位客人的用餐习惯，从口味偏好到喜爱的酒水，甚至是习惯用哪一把牛排刀。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客人享受到一对一的个性化服务。在我看来，这些不太容易被察觉的服务细节，就是一家餐厅应有的质感和品味。这边可以吗？这边自我感觉好像还可以，耶！终于成功了。